各位观众大家好，这是我的油锅频道 Modern Advice，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频道。今天咱们看问题141， UVW 均属于正实数，而且呢 UVW 均不等于一。若 log 以 U 为你的位乘 W 加上 log 以 V 为你的 W 等于5，log 以 v 为底的 u 加上 log 以 w 为底的 v 等于3，则让你求 log 以 w 为底的 u 它的值多少？大家的问题看起来好，下次咱们开始问题具体的解答。解在这块呢，你看。最后的结论中求的是 W 为底的 U， 所以在这个整个运算过程为了运算方便，那我直接第一，那我直接令 T 等于 W 为底的 U， 用 T 来表示，这是一。第二，求的是 W， 所以我在整个过程之中我用换底公式。全部换成以 W 为底，以 W 为底的关系是什么？所以用换底公式。那以第一个关系是，就是从它这个第一个，那也就相当于 log 以 W 为底的 V 乘 W， 比上 log 以 W 为底的 U， 加上是 log 以 W 为底的，那就直接转化成了 log 以 W 为底的。它就等于5。那现在呢？这个式子对它没有对手的运算性质，所以它就等于7。这个是等于7了，然后呢是 log 以 W 为底的 V， 再加上1，再加上 log 以 W 为底的 V 分之1。现在等式的两边同时乘上7，再乘 log 以 W 为底。所以呢，式子就转化成了 log 以 W 为 V 的平方，再加上 log 以 W 为 V， 再加上7，它就等于5乘7再乘 log 以 W 为 V。在这块呢 ，V 不等于一，所以 log 以 W 为 V 它需要对等于什么？这是。那现在呢，咱们再看看第二个关系式。第二个关系式，同样用换底公式 ，log 以 W 为底的 U 比上 log 以 W 为底的 V， 再加上 log 以 W 为底的，在这块呢，你这个关系式本身一定都是 V， 它是不是等于3？所以呢，你把这个换成一个 T。是相当于 log 以 W 为底的 V 分之 T 加上 log 以 W 为底的 V， 它是等于3。现在呢，等式的两边同取乘 log 以 W 为底的 V， 所以呢就转化成了 log 以 W 为底的 V 的平方，再加上 T， 它是等于3乘 log 以 W 为底的 V。所以呢，你现在呢，咱们把这个关系式，你看两个组成的方程，所以呢是 log 以 W 为底 V 的平方加上一个 T， 再加上 log 以 W 为底的 V， 它是不是等于5T 乘 log 以 W 为底的 V？ 同理呢，是不是下面第二个是 W 为底 V 的平方？再加上七，它就等于3倍的 log 以 W 为底的 V。所以呢，你现在这两个是不是相等关系了？你在这块注意，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？是相等了。所以呢，你就应该得到的是3倍的 log 以 W 为底的 V 加上 log 以 W 为底的 V， 是等于5T 乘 log
在这个里面，你看这一块就告诉了你，老鬼以 W 为底的位不等于零了，所以这一块直接把它略去，也就是相当于武器。所以呢，武器是不等于四，所以呢，气等于五分之四，即。